它解决的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氢气的运输过程。如果我们用了甲醇现场制氢这种方式呢，就是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运输的成本，特别是对于一些离这个制氢点，就是应用场景和生产氢的地方非常远的地，这个加能站非常的适合。